上澳创世基金会人员前往斗六新兴宫来参拜，并且邀请斗六妈来出巡，参加这次爱心义民园游会活动，希望保庇参加的民众平安健康。多谢三上香礼，一上香，再上香，三上香。刚好我来呼吁咱社会大众有爱心的大众，哦，会当吼跟妈祖同款。哦，咱凭着哦，借势为怀的爱心哦，来参加咱这次哦，创世基金会举办的啊，这个爱心的活动。为了响应爱心活动，斗六市民代表会主席柯百芳率领多位代表捐钱认领120份义卖麻油鸡，希望抛砖引玉来帮助植物人。现在要多一些有爱心的人了，所以讲吼，我伫遮吼，我先发起啦吼，我已经就是认购那个坠机吼。60份，12000了哈！大家共襄盛举。创世基金会人员把握难得的机会，在庙方人员的引导下，软桥卡卡东路，并且领红人祈求活动平安顺利。难得有这个机会，咱来感谢张院长来这啊、邀请妈祖哦，伊的神威来给咱护持哦。啊，软桥卡然后放一个路哦，啊，再来捏一个红人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当天的活动除了斗六妈出巡祈福，还有精彩的表演节目以及摸彩活动，欢迎民众共同来发挥爱心，帮助植物人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